拆给那大呀。无拆电就是安尼救的，无影啦。你来救我，救起来，炸起来。安尼嘛是我倒，哪会无我倒？你有救的。哦，你安尼无我倒，安尼倒。这里没有绳子可以拿抓。对，登山口上来大约10到15分钟。到这里吗？不是，我说登山口上来大约10到15分钟就开始一路攀爬，一路拉绳。攀岩的。阴阳海，这是什么港口啊？ OK OK， 继续。漂亮，嗯，有忝有忝，嗯，能开呀。100公尺，不用了，最后搞不好2公尺而已。感觉好像应该到了。拉绳拉了，
好了。风到主峰的假山头，哎呦，它什么风啊？一个485风，485啊，海拔485，够吗？够了，够了。后面。在后面那个就是基隆山主峰，这是你的，哎，输了。OK， 哇，再爬一个。
到了，到了，哇！露营，露营，啊、哦，终于到了，不容易，不容易。现在几点？11点从东风爬，不是的，11:42，43。42分，东风那个安步。可以在这边睡觉，睡一睡再下去。